中文冷知识，春节档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》中有这样一个画面。那这个炫酒是啥意思呢？炫一个其实是啤酒的特殊喝法，就是把啤酒瓶对着嘴倒立起来，然后开始画圈晃动瓶子，让瓶子里的啤酒呈漩涡状，然后再一口气喝下。其实现在这种词汇也越来越多了，比如过年期间炫山桃橘、六魔等等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聚会就赶快炫起来啊！今天你炫了吗？